可以吃多少？我一餐可以吃80颗薯条。怎么吃？我都不行了，今天是大胃王了吧？所以我就一直拔地上的草来，连吃了3天。有时候官方体重，来，请看，1、2、3、50。他看起来很高，可能又瘦了一点，但这个看起来高，160几一定有，嗯，不一定就160几啊，要女生超170的不多了，而且臀部蛮有肉的，165以上，臀部刚臀部还蛮有，这个比例这个哈还不错，看起来还可以的，曲线都有出来。平常食量大吗？二号小姐，我平常的时候可以吃连续吃10碗。今天是越南专辑是吧？我是越南人呐。你先生都常带你出去哪里玩？你是不是上次有帮我洗过头？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头很油嘞，越是洗头，越是仙哥，你的头很油嘞，很油啊，保护很好，打麻将呢，打麻将打了5、6天了，没办法啊，你可以一口气吃10碗饭啦，是学生10碗，现在呢？现在不行了吧？学生的时候那个营养午餐不用钱呐，发育的时候啦，对呀，啊，吃饱了回家就不用吃了，省钱不是？那你这是消贪，不是肚子饿吧？没有，他跟人家打赌啊，哦，没事。跟同学玩游戏啦，啊，吃到对方同学都吐了啊，我还在吃啊，啊，老师就限制我说我只能吃3碗，哦，被限制，两个人对吃就对了，三碗也很多，很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对，我的女生吃10碗，这大概是宇宙里我听到第一次。最多吃最多碗，整个宇宙里面太多了，对，很多。这样你也知道，哇，你官方体重，请看，哎呦，细仔妹吗？哎，越来越瘦哟。他穿这个啦啦队服哦，对啊，这他体格看起来不会很壮，嗯，好，对，骨架也是小，他骨架算，但是他的肉是结实，结实，肌肉量高，对对对，肌肉量高，对，肌肉量高，很扎实。三号姐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能吃多少？你能吃什么？我是朋友间的垃圾桶，他们吃不完的东西都是我吃。哦，行动厨余桶。哇，你可以吃多少？我一餐可以吃80颗薯条。怎么吃？我都不行了，今天是大胃王了，不可能啊！真的假的？大胃王太瞎了吧？真的啊？啊，你有配汤吗？就直接这样吃？不用。披萨能吃几片？我可以吃12寸的大披萨，一个人，一个人，夸张了吧？那切成几片？切成10片，10片还 OK 啦。如果切成12片就太多，不是一样，它是一个12寸，还可以配可乐跟薯条。温习一下老笑话，宇宙，宇宙。50公斤第四名啊！哦，这张照片差不多，隐藏了他身材的美好。对，这张照片隐藏。你客气了，客气。但是鲁鲁把你画出来了，自己最有自信的应该就是整体。我以为这张照片它会有这个曲线，是。但女生呢，10个女生有9.9个都在减重。对，你有过减重的经验吗？有，摘那个地上的做酱草，对，有一次拍戏就在深山，然后又减肥嘛，身上都没有草，可以减肥啊，可以吃做酱草啊，那要干嘛啊？身上就没有带食物。然后在荒山野岭拍戏又不能买东西吃，所以我就一直拔地上的草来吃呀，有这么硬哦？那就瘦了，一连吃了3天，有瘦了，结果第3天就吐了，然后就吐出那个血丝，因为做酱草草酸太多，对啊，吃到第3天送急诊，一到医院，医生问你怎么啦？他跟医生怎么说？你怎么说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个是吃到毒菇吧？在外面吃很多草，找了一整天，怎么说话变成这样？这个太离谱了吧？太离谱了，对，吃草，吃草，现场量体重，哇！53呐，各位，那有可能刚刚说自己50公斤，哎，这个我们预测53，这个是称猪肉的吧？不，什么都可以，一样都可以，什么都有，蔬果都可以，都可以称蔬果。那而且比较过分是，今天是我们那个新春开路第一场，对，直接就来了。看你过年有没有吃，直接来了，才刚过一过年，麦克风帮你减重一下，可以再减一点实在的重量吗？你尽量是不是可以吗？对，过来呀，差不多量，差不多量，你尽量，我们随意就好了。不是吧？谁问过？
三。怎么样？多少？多少？五一点六，五一点六，可以啦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哎 ，OK 啦，比你官方重，可以吧？重一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五一点六，五一很吃午餐嘛 ？OK 啦 ，OK。你是预测啦，预测你四十八公斤。对，现在有没有后悔这种官方？我超级后悔，我有问经纪人说，确定要接，在年后要接这个工作，自找羞辱。每逢佳节胖三斤嘛。对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而且刚过完年呢，辛苦了，好唱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直接上。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五二点四，太夸张了。哎，都是肌肉，肌肉他的肌肉量啊，应该是鞋子吧，鞋子吗？鞋子也是，鞋子脱都是肌肉，鞋子他不脱。壮壮，你不是说你昨天晚餐没有吃吗？五二点，我已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没有吃东西。没有，肌肉会比较重。肌肉量，对对对，那个肌肉量，肌肉量高的话，那个体重我已经不能穿更少来了。好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我们？差四公斤，公那个公司希望我这个公司，就那我们就写五二就好了啦哈，五二。我他这个是在欧美五二标准身材，欧美对标准，在欧美还算太瘦了，对呀，很好，绝对太瘦，漂亮就好，漂亮就好。他的名字叫做壮壮，对，壮壮。过去来讲，就因为。好像人家就以这个角度才说你有点壮。对，其实我小时候的绰号真的就叫壮壮。哦。那长大之后头好壮壮，因为很爱吃，我一餐可以吃到80颗水饺。真的好会吃，太夸张了。这是真实故事，这是真实故事。然后家里每次煮饭的时候撒水饺都这样一锅一大锅。撒水饺，对，所以小时候就是在南部的时候就吃得很快乐，直到上到台北之后才发现，哇，漂亮的女生要穿漂亮的衣服，要很瘦才漂亮，哎，上到台北才知道原来要减肥。